这个。对啊，对吧？啊，那那那这个啊。他没拽，没拽我吗？哦哦哦哦。穿着底下啊，我光看到了自己。这个小孩在电梯翻三坎呢，车子翻两坎。对啊，他家拿码没拿稳嘛，拿那个。就抱着小孩子走了嘛，把推车放在这里，去那边的医院了。那个我们房子说的，我说怎么停了？他小孩子摔倒了。